好吗？非常好，要有笑容哦。后面的朋友干得到，每一个都干得到。OK， 好，谢谢。谢谢，好。这个时候我想啊，要潘王子来到这么特别的一个活动，虽然是冷冷的一个天气哦，可是最重要的就是呢，我想问一问你们公司，我知道你常常要改很多的通告，对，听说你们也会跟出租公司租车，对不对？会跟 Avis 租车，那租的都是什么牌子的车？ Focus， 真的就是啊，就是他们的车，因为它有一些功能，就是像例如说我可能在路上的时候会喜欢听歌吧，是，然后可以直接用无线的蓝牙，那我就可以用我的手机播歌。听起来你是我们这个 Focus 的这个什么爱好者，可是你目前已经买车了吗？没有哎。哎，我们 Sean 在哪里？我们 Ford Sean 在哪里？我们麦玉文其实很想买车哦，所以这个时候帮他呼吁一下，我们是不是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来一点点的这个折扣，让我们这个麦玉文以后给自己一边这个所谓的开车，也可以打电话的同时呢，不用担心这个。而且我刚刚就是才知道说，原来可以就是点歌哎。我以为只能打电话，因为刚刚有听到可以播我的歌，对，然后播师姐的歌，对，有些歌，对，这样子以后如果就是你有办法用手点歌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语音，对不对？一切都非常方便，而且你知道吗？刚刚我上去试过，它只要一根钮一按呢、啊，就有各种跟功能，你可以选择从你的 iPad， 从你的这个所谓的 Android 系统的手机，或者蓝牙，甚至我在蓝牙你常用，对不对？对对。哎，哇，很棒哦。好，但是我想这个时候呢，还是要问一问。接下来这个宣传的行程还有哪一些？我知道歌迷们其实可能了若指掌，不过还是再请你这个跟大家讲一讲接下来宣传行程。好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全新专辑啊，叫做《Listen to Clark》，听克拉克说这样。然后这张专辑其实，就是我在参加星光大道到现在这几年的时间，然后我把自己对生命的体验跟我看到感受到的故事都把它放在这张专辑里面，11首歌，然后我就扮演了时间的使者，然后把我觉得在生命中很重要很特别的故事分享给大家。那其实之前的第一波的签唱会啊，或者是宣传啊，电视的宣传都告一段落，然后接下来的第二个波段就是希望可以做更多的像今天这样子的表演，就是面对面的，对，然后有可以带一个很简单的吉他的老师，然后做一些不插电，然后可以跟歌迷们就是多多见面，然后到很多的地方，像今天我觉得就要非常谢谢就是 DFN 还有福特给我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在华山这么棒，这么有文艺气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文青啊，就可以在这文艺气息很棒的地方，然后又有车，然后又可以听歌，大家又可以就是逛逛，我觉得真的很棒。你知道吗？在你刚刚的演唱之下呢，我觉得身体真的比较暖和，你知道吗？谢谢。刚刚因为你是你唱快歌的时候，我跟着动哦。谢谢。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来一个不一样的，用暖暖的 acoustic 的这个部分来展现你接下来带来的歌曲，好不好？好。我们把现场再次交给潘玉文，掌声鼓励一下。谢谢。